少年的，你钓海岸了？系啊。你今年几岁？22岁。还阁遮少年哦，还有交女朋友？无啦。我喜欢女生，她不喜欢我。我嘛无法度，甲无介的查某囡仔斗阵做伙啊。所以，我只有等，等我确定找到真正爱伊的人，我才甲我放手啦。啊，你唔着较主动嘞？你安尼讲对，人家有男朋友嘞，安尼高高低，她男朋友不会觉得很困扰吗？做人吼，就是爱面对现实，你安尼苦苦等。唔知要等到什么时阵？趁我呀，查一个人物件，讲个严肃是要哪食的去？我要亲像我唔免。小林姐啊，是不是该做啥就去做，对不？对不起。我要抱你安然。哎，加油！放开，我要请你听我。我想念招台，我是等要淡薄代志，我先来走。阿姨，你讲完了？你走。嗯。谢谢。等一下。我是听你哦，但是你应该袂害我阿姊变小三吧？什么个小三？阮是朋友，是感情介深的老朋友，什么小三？我咧讲无聊，你去啉先，来。好啊，无聊诶。阿奶，阿你是专工要麻将台，知道啦？不是啦。我都自家出发，我要来去流浪当中。拜托你几岁还搁在自家出发？这个哦，哎，那你去爬山好无？你不是有讲过爬山，再把所有烦恼拢搭在山下。我是有什么感受？啊？这个无重要，无重要，你搁走来找我，搁要招我去爬山。我要请你听我讲，我讲我爱你。伫咧迄间厝，别人做唔着代志拢无要紧，我今做是无接到电话，煞去用把我臭头。对，啥物代志？你不会囡仔出来讲？听你安尼讲，我来做。喂，阿皮！好啦好啦，恁爬山我来安排啦。讲呀。我要请你听我讲。我惊一个，身体无好，莫饮酒啦。你卖关心吗？你是感觉这出来真好耍了啦？无好耍。要唔过你会生气，你会反应，安尼比你一句话拢无讲较好。我问你哦，你是安怎找迄个张其昌来设计，你拢无甲我讲啥？我哪无甲你讲？我有讲出来要装潢啊。张其昌，我是讲你是安怎要找张其昌，啊找伊，佫无甲我讲一声。张其昌是甚物人？他只是一个设计师，伊甲别人为甚物无共款？你免佫变声啦。啊是，你想讲找伊，就应知影我有甲韩笑做伙无，对无？我无迄个意思，我嘛毋是迄款人。但你想甲讲拢无共款，我哪会知你是对种人？我跟你学的啊！
你对韩湘动心，你唔敢讲；你对我无心，你唔敢讲。我实在想无咧。二十几年来，你那变哪济？我想过，你到底是心肝想过凶，还是想过软？你到底是爱我还是同情我？同情我是做一个坐在轮椅上，还是一个残障者？还是讲，咱出门开车的时阵会当停残障车位，安尼较方便，是毋是？你讲啊，你讲啊。我是政府啊，你要去哦，我想我陪你去。两个人哦，就亲像肉粽，拢白死啊！肉粽不能白死，还无变啊吹，吹到就要开去，还要吹油光落。我跟前无啊，前前。陈先生在创啊？你一直聊天，我心里就是无话。你看，我已经好啊，所以任务解除，你也会去。我要请你听我讲，我只只嘛是因为我有代言，咱是阿母的情分。你当初的错嘛是不得已的，你真正来台湾拄着刘含笑，你才觉悟的。我直接跟我讲，我现在不需要你，你也会走。我嘛是开始真心希望讲你用啥听，但是你讲。快点，我就已经离开你，不是这个意思嘛？快浪费时间啊啦，紧抢抢的啦！你欠债，我一个欠一粒对我好不？你一日啊，叫人家徛起来，我跟他话要离婚。昨天，我上见笑的一面，大家拢看到。我们再继续下去哦。昨天叫我们再继续下去哦。昨天叫我会变做什么款的人，我真正不知影啦。误会，该做清楚就好啊嘛！你较冷静的啦，拜托的啦，你莫一概不再嘴唇啦。冷静，你叫我冷静。以后无论我做啥物代志，你拢会当作我是怪物啦。你讲你，我是要让你冷静啦。你是要去哪里做？你的行李藏起来就好。那你离婚得来了哦。我要亲像我唔捌离开，我要予你安安唔放开，我要请你听我讲，我爱你。
者只爱我，我仲可以。我现在实在做不完。